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迎来了下半季第二场单人淘汰赛。德国话听不懂，改金枪的。你妈活着的时候别他妈跟我提我妈。我们是我男朋友说好了要陪我一起跨年。在繁忙的排练录制间隙，演员布恩基邀请了部分挑战嘉宾、助演嘉宾和学徒录制了一场快问快答，一起来看看吧。请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。愣，认真，专注。有缺点，不完美，特点多，正面刚，聪明美丽，性感。温暖，阳光，老干部。就是我的个人习性可能就是和我的年龄不太相仿吧，就喜欢喝茶钓鱼什么的。说出自己的一个缺点。记忆力不好，会比较面一点。还暂时没想到。没缺点。太性感了。这不能播吧。我缺点就是太多缺点了。就之前上一个合作的导演的编剧还有副导演跟我说长得太帅了，对，他说这是一个演员的一个缺点，那我就哇，这个缺点还可以。最近一次网购是买什么呢？好像是一个擦脸油吧还是啥的，牙刷，鞋子，狗粮。养几条狗啊？一只小柯基。说一件最近让你比较开心的事情。可以去旅游了，马上。能够让我来这个巅峰对决，就是能来参加我是演员之巅峰对决，都开心。刚才演完了就很开心。嗯，咱们俩之间说点靠谱的行吗？结尾就不对了，你不能就是你一结束唰就扭头看我啊，就是你就不对，你还在演，你没进去，是，就是如果你真的进去的话呢，就是即便停了，你在这待着你写出不来的，明白？对，你现在就是还是呢，就是你在想着词儿，是，你在想着我该怎么演，但是我刚才真的能够感觉到这个俊杰。帮了我很多，那么真的不骗你，就他眼睛里面有泪，我一下子就有了。咱俩刚才对戏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还行，就是确实是最后的时候，感觉老师有点那个，就是着急了。嗯，我觉得那是可能人的一种潜意识的反应，你一直在想着啊，赶紧完事儿，所以等到你最后把一句台词给说完的时候。你迅速的就转过头去，就跳出那个东西了。嗯，明白。我就是初来乍到的，真的是，我是完全消化不了，就是脑袋记的东西太多了，还不够放松，在表演的时候还在想着台词。小波，我跟你说，那女孩是不是跟那女孩是不是别人的女朋友？词还是记得不够。其实没事儿，就是我之前有那种背不下来词儿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读，我经常能把它读成肌肉记忆，到最后就不用思考，对，就不用思考，它就出来了。嗯，再来一遍。好，来。这世界不是你小老百姓能想到的，别给自己惹事儿，你听明白了吧？说不说？我这时候呢，是什么？怎么办？就是痛苦。就是疼着起不来了吧？啊！躲开！躲开！你生哪儿了？赶紧走！小波，我去你妈的！老东西，走！就是咱俩怎么办？按场完了之后就可以。就那一下打完以后晕倒了，他拦，他要起来嘛？对，他要起来，压着他嘛。他其实压着你，想起来跟我干。啊，行，好。老实人被挤得急了呀，也不定怎么着。
基本上有了，但是呢，你中间还是低了几次头，啊，还是想词儿的。想词儿，对，包括呢，就是那个你不要有负担，就是什么呢？你每次都是会低头看一下东西，往前挪两步再说最后两句。嗯，这不要，我发现你成了习惯了已经。对，每次都这样。对，因为你别管离他多远，你想打他，啪啪就能够得着啊，都不用。再来，咱能不动手就忍忍行吗？老师被挤得急了。也不定怎么着呢。好很多，哎，好很多。你怎么从容吗？我找到了一点从容的感觉，就感觉舒服多了。我慢慢心里有底了，因为这些老师真的是了不起，我让你瞬间就顿悟了，包括一些调台词的、调表演的老师，让你觉得哎呦。他们真的太厉害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他都有表情，他都有呼吸，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。你给我站起来。怎么着，想打我是吗？打就像以前一样往死里打。出去，我打你，我哪敢打你呀？你打我吧，爹。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。我原来想就是，如果能演下来，对我来说就已经非常不错了。但是呢，今天演下来之余，还有一点点游刃有余的小发挥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可能给了我一点。挺好的一个自信吧。最近条朋友圈是关于什么？金鸡奖。关于吃。我要去旅游了。就是最后的发一条朋友圈是跟徐峥和陶虹两口子唱了一首20年以前的歌。我去朋友家蹭饭，然后发了朋友圈就说，只要食物有温度，就胡吃海塞都不会长痘，就是胡扯。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食是什么？蛋糕、鸡蛋和青菜的水果、蔬菜水果、面条、面食。有温度的食物，可能毕竟在外面每天都吃外卖，所以有时候一吃到一些家常菜，或者是就用心做的饭菜，我觉得是最香的。请跟各位分享一下保持肌肉身材的秘诀是什么？运动。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累，其实没有什么秘诀，就是坚持，坚持健身啊，坚持就是饮食控制就好了。多喝点，少吃点，就是要吃有温度的食物，这样胡吃海塞不长。睡前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？闭上眼睛啊，看手机，放下手机，看电视，对着镜子微笑，暗淡的睡去，想有温度的食物，这样就睡得香一点。都梦里没想到。最害怕网友怎么评价你？最怕网友不评价，只要评价好的坏的都收。就是说没营养啊，没文化，没内容。你是不是胖了？说我最近胖了吧？我告诉他们我是，因为最近吃了有温度的食物。胖了？你会经常收到这样的评价吗？还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啊，就是最怕别人说我胖了吧。装嫩。可以进吗？有什么？哎呀，小天儿，哎呀，简直是，哎呀，四季会合。四季会合，我也抱抱。我们40年，真的。哇！我还没有跟你那个，没有跟你合作过。什么没合作？啊，演戏没合作，那是我是领导啊，那是。啊，对呀，老高高在上的。来，关键老师，
给您的啊剧本，谢谢张金龙老师给您剧本。我觉得现在有点像巅峰对决了，真的。巅峰对决，你这个字儿有点小，这是新版。你眼睛花了多少度？我不花。哟，嗯，原来近视吗？原来不近视。这么小电话的小字儿也没问题。我也不花，但是原来近视。您不也不戴？300了，是吗？每一年长一点，每一年长一点。说明你原来的眼睛太好了。嗯，你血糖也不高是吧？血糖也不高，血压有点高，但是吃了药不高，血脂也不高，那就好啊。你呢？我肯定是血脂高，血糖高，血压我还可以，两高您是？我血压还行。我什么都不高。我羽毛球打还打吗？羽毛球我现在不打，但我打别的球啊，比如乒乓球啊、游泳啊这些。那就这样就好了，得运动。我这样一想，这事简直世纪会面呀、啊！就是我们40年以后又在一起合作。79年，正好40。我以为都合作不了。当时咱拍的时候，名字都没有，《桐柏英雄》，然后在想什么？松竹梅说这是日本名字。后来大众电影登了叫《觅》，寻找的意思，更日本名字，《重电飞》。看完了片子，说这个戏啊，看完这个电影啊，有个感觉什么呢？这么多大片子啊，这是个小片子，但是呢，它就像我办公室里边那个一盆小花，好像不起眼，但是一年四季好像都开着。干脆这个片子就叫小花吧。有人说这就叫陈忠演那个老花嘛，就叫小花了。其实不是，你看英文就看出来，它叫 Pretty Flower， 啊，这小花不是那个小花，它不是，它就叫这 Pretty Flower。对，而且我们三个拍那个，就是最后我那个人物死的那场戏，啊，眼睛都坏了。不是，我跟丹和我还说呢，他们说他要去拍那个对着那个瞧着一家子，说赶快第一场戏先抢他们的。这云文耀就说，怎么才能够光线射出来，然后放烟，然后怎么能光能够高调，就把低灯玻璃摘了吧，把低灯的玻璃给摘了。结果拍完了之后回来，第二天全两个眼全肿了，脸都中毒了。就没想到电影拍完了还挺火的，我们啊，当时呢也没什么感觉，因为当时是当成一个什么呢，实验片。当时王明整天跟着咱们，哎，王明那歌也起，哎，王明整天跟我们在一块儿，然后整天喝酒完了之后，哎，你再听听，我最近又改了一下，然后大家还帮着参谋这个地方怎么弄，哎，他就那个片子他就出来了。王明呢嗓子特别嘶哑，哎，然后他说来我。你来给你唱一下，挺好的吧？欣赏一下，对，他就跟我唱，唱完了，其实我没听出来唱的啥，然后说，哎呀，他自己觉得真好，但那歌也特别好听哈。妹妹找哥，泪花流，绒花那个也很好，绒花也好，那几个歌都好。嗯，所以我跟你说啊，这就是这个作曲家要跟着在剧组。对。你像赵季平跟我在那个《水浒传》，你想在拍戏，他去，他到那儿看，他在那儿听，他在那儿看着，哦，这些人怎么，这无形之中都是给他的一个刺激。现在哪还有这样的情景？哎，我觉得这个我们有点好玩哈。第一个张纪中，我就在飞机上看着聊着，我说，哎，你来给我们演瓦的戏，我说有瓦的戏，我说有多少戏，说没戏，没多少戏，我没说没戏啊，我有没太多，有点戏，我是安慰你，怕你紧张，要早知道我们这个下次来个戏多的。真的是世纪碰撞，我们都40年才合作，这个还是这个浙江卫视的，我就是演员了不得呀。最近欣赏的演员是周迅、利奥纳多、吴君如、黄渤，最喜欢的是姜文，都欣赏。在《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》中，你最想合作的演员是张国立老师、关晓彤，都想合作。看看两个歌手演戏是怎么样，跟李宇春，非常有创意。惠英红老师，还没合作过的演员吧？惠英红姐姐，很期待接下来要跟惠英红姐姐有合作。我的身，哇，这功夫还在，
要武术指导，杨师傅编一下。杨师傅呢？武术指导呢？哎，红姐你好。你别太多，我喘气。我太久没动，明白。只是用手。那就简单的几个动作。你简单几个动作就好。我觉得一开始还是有一个变，就是一个，然后有一个刺剑，出去刺剑，有一个云，这里可以说。这里可以说话，就是说，对，哎，对，剑这样，对，然后刺，然后往那边刺，啊、上步刺剑，上刺，对，然后背剑上步背，哦，手背在这儿，啊、对，刺，对，然后我们上步，然后手背过去，背，然后一个云剑，云，然后拉在这边往回走，对，现在是这个腿在这儿，这样这个姿势。我们这可以说一段话，这个。对，说话，然后刺背花背手。为什么往前走？背手上步，哎，你要不好。漂亮，然后拉回来，从你的这个，你要我细，你要我快，慢慢拉，慢慢拉。可以，您这样舒服也可以。好吧，我再走吧，试一下 ，OK。想拿剑，凭本事来拿。我老师，抓中间，抓中间，抓这，抓这个位置。那我往下抓。对，哎，好。给老师留个位置。这样不行吗？嗯，这样很帅。嗯，是的。因为我有两只手，我可以用两个。对，这个帅。对，凭本事来拿。因为我要抢，对，是绝对不可以松手。嗯，他踢吧。嗯，踢。你使个坏招啊，把剑抢走了。啊。你推我过来之后，你说完了。使了个坏招，还能撑多久？哎，那个脚，那个脚，对，你直接这么踢能行吗？那个脚踢，直接就踢上来就好了。你这个脚，你反正已经定了嘛。这个脚踢，然后顶一顶，这个脚踢，对，就已经马上退了嘛。对，你不能那个脚再踢。你还能撑多久？把剑放下。把剑放下。你以为我在乎是老破剑？嗯，对，因为别走那么多了，不要走那么多了，别走那么多。你等于是绕到这儿以后，就你俩只不过这么一个换位，然后你就跟他说，你以为你要拿我的剑，今天就跟你任性到底了，你不配用这剑。我谢谢你。稍微慢一点，先抓住定，然后你去抓剑，然后他去扒开，对。你不松，你不松，我一踹你直接拿尾巴。我白曾经说过，你是一匹难以驯养的马，三番四次去偷他的剑，他也原谅你。他也只是苦恼，你眼里根本没有其他人，你还有谁？我不在乎，你们有都是假的。只不过我怀疑，你做我的对手还能撑多久？走。你以为我放下破戒，本是要来还你的，谁知道你这么虚伪。今天我就跟你任性到底了，你不配用再见。你走太远了，你走太远了，我慢慢走，你走到台边了。最想演什么样的角色？英雄，救人的英雄。现在好像没有谍战戏没有试过，所以还蛮想尝试一下。
最想演的是军人，男孩子都有个当兵梦。和我自己反差比较大的角色，失明，哑巴，或者女扮男装反串。那看到这次这个剧本，第一感觉是怎样？赛金花是谁？不知道。有压力，对，没有尝试过这样的角色。啊，经典中的经典就是男。觉得这次的角色和自己的相似度有多少？相似度为零吧。有过类似的经历，这个年轻的时候跟父亲也有这种叛逆跟冲撞，发生冲突的，所以说我对这个还是挺有感觉。用一首歌来形容你上《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》的心情。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可以吗？因为毕竟是第二次来嘛，所以我觉得对自己来说确实是常回家看看，还挺好。I believe， 我相信。I believe， 那那那那那，我后面歌词还不知道。最后一定是让他在一个点上出彩，因为我觉得 I believe 让他唱。这首歌。这个怎么着，今儿也得学会了。这是一个大词儿、啊，我会那副歌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故意的吗？怎么了？是真的艾比利的？谁都知道艾比利是那个谁唱的呀？谁唱的？不是这个电影里的主题歌，我没想到那儿啊。我慢慢等待等了，我太敏感了。我慢慢等待，我真没想到。我以为开玩笑呢，刚才说了一句艾薇丽，结果还真的要唱。你们不知道，马岩老师前男友，这首歌首唱，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？你们啊，走了，别走了，不是你别走啊，这个事儿太大了，别走了，不回来了。就是马老师的那个前男友，不是艾比利在中国的首唱者，孙哥呀，这脱口，好了，不说下去了。今天没法排练，一会儿就散了这局，我夸就散了，我天哪！但我觉得小董你这个挺好的，对你是吧？这个是有的演的，而且你又会唱，完了最后你把声音就咱们就来个真唱，真唱啊！我就怕。毁了一下，说那边特别美，结果我一声音，万一我一个音没唱好。你不是歌手吗？但我是，就非专业歌手，我是就是普通学生，只是去年刚好出道了，就到现在。正好是一个很好的舞台。全是坑，全是坑，就来音乐剧了。对对对。姐，那我现在能送一首歌给你们了吗？唱十遍。替你许了个愿望，你今天所有的订单都不会被取消。希望你今年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男孩。这个愿望好，来年一定我们能遇到一个天天黏着我们家小欧的帅男生。下雨了，真好。你看了也会难过。I believe， 你不说话的时候也是一种，其实你在回应我。2020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？可以经常旅游。的愿望，我就希望把我自己的第一场音乐会办好，然后我的第一部电视剧能够给自己一个好的交代吧。希望2020年可以找到真实的自己，然后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，这、就是最重要的、我希望可以接到更多好的角色、好的戏，和更多好的演员老师们去一起学习，一起去表演。明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巅峰对决，这个接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剧本，演上一两部好的电影。对，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多开演唱会。最想对你的粉丝说什么？不辜负，相信我。每一项我所做的东西都能够得到你们的喜爱跟认可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光是歌手，
还是个演员。我就是演员张俊明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谢谢。一起旅游吧。常回家看看，多吃有温度的食物，我爱你。